巴中谈澎湃新闻 ，www.thepaper.cn。记者从巴中谈将军亲引处获悉，武警部队原司令员巴中谈中将于2018年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公开简历显示，巴中谈出生于1930年1月，山东省烟台市人。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巴中谈历任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科长、处长、部长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。1985年8月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。1992年12月至1996年2月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。退出现役后，巴中谈还曾担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。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会长，上海水资源保护基金会理事长。